绝大数人都会想到大明星平时都会吃些什么。拍戏的人在片场拍戏的时候都给大家带来完美的作品，就连吃饭都是很凑合的。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明星们都会吃些什么吧。张一山虽是90后童星，可他不骄不躁，相当的沉稳，吃饭也是很接地气。杨幂作为娱乐圈的人气女星，身上一直都有很多头衔，比如拼命三娘、带货女王、收拾女王等。而她在片场吃饭时居然用筷子夹眉毛，可以说是十分搞怪了。不过杨幂这饭剩的有点多呀，菜倒是差不多吃光了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女明星减肥的秘诀？范冰冰不愧是一线大明星，娱乐圈真正的女神，吃顿饭都如此豪华，有自己的房间不说，还有这琳琅满目的菜，看来她还是知道自己大姐大身份的，但也挺敬业的。吃饭还不忘看剧本，吴彦祖大帅哥吴彦祖真是太接地气了，往马路边一坐，手拿一碗盒饭，咋一看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农民工呢。不过吴彦祖的颜值依旧在线，那也是最帅的农民工江疏影。关于江疏影，想必许多网友对他都是相当熟悉的。而他在片场拍戏时的伙食，一个人吃六道菜，有人说他太浪费了，一个人根本吃不完。我想可能这些并不是他一个人的，只是拍出来给人这样的感觉。吴京太让人佩服了，直接蹲在坦克上吃盒饭。吴京的敬业大家都知道很拼命，要不然也不会拍出战狼二这样优秀的作品。真心问一句，万众期待的战狼三什么时候开拍？看完这些你对此怎么看？